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是成功了，太棒了！我回来就好了，太棒了！阿勇回来就好了，太棒了！阿勇，阿勇来了！阿勇，阿勇来了！好，我们有新任的独仗拳手了。阿勇哥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桑梅大人还有事要交代新任拳手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 事关重大，如果不是阿尤继任拳手的话，这秘密是绝技不能让你们知晓的。4年前独仗动荡之后，阿尤离开村子去寻找线索。与此同时，我总算联系上几位拳手。我们发现同一时刻，其他九拳也出现动荡异象。虽然只有片刻，但拳眼皆被不明法阵束缚住，九拳灵脉停滞。任海拳手落前被告知。 操纵力量的源头就在这九泉之中，只是再多的，他也无法得知了。若再度发生此事，那六界恐有大难。你们此行既是前往魔界，届时请你们务必打探演播的情况。小姑姑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只是，魔界广袤无比，你们可否平安寻到子秋？ 又能否全身而退？前辈，修无去过魔界，我们直奔天魔国，可减少同其他魔族对峙的情况。若真御敌，我们三人支援修无，也可一战。况且魁宇也身中绝命，天魔众一旦见到修无安然，必会猜到我们知晓解毒之法。他们想替魁宇解毒，就不会轻举妄动。有道理，他们那么紧张魁宇，肯定不敢冒险。 可他们如果抓住我们，强迫阿尤拿解药呢？既然如此，以防万一，这颗风离雨珠拿去。此物可穿行六界，不过只能来去已知之地。若遇危机，也可自保。多谢前辈。那我们先回仙侠派吧，防煞气的符文需询问师傅才行。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 拳手了，想要买什么就告诉我。巫兽各种武器和护具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
怎么样？我这本事没白。把兵器交给我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出门在外，怎么样？这武器怎么样？我这本事没白学吧？出门。把兵器交给我，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。这看着厉害啊。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。把兵器交给我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
交给我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还在玩？大家都高兴了。我听奶奶说，冰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。阿尤这么年轻，你也不差呀。守卫皇上是我们的职责。阿尤这么年轻，你也不差呀。我听奶奶说，冰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。这小子还在玩。交给我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还在玩。我听奶奶说，冰糖葫芦
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。阿尤这么年轻，你小子出息了啊！我记得之前在哪里看到过食心草。阿勇哥真厉害。小师妹，你回来了。师姐，我回来了。精神不错，看来没遭罪。当日你走得不太情愿，姐妹们都非常担心你呢。多谢师姐关心，我没事的。师父在吗？我有要事想请师父帮忙。师父此刻应该在祭坛那里，你去吧。等等，谁说你能进去了？师姐，阿尤他……仙侠派通行令牌，你们可看仔细喽，如假包换。真的是师父的通行令牌？阿尤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从哪里弄到的？自然是我们英明神武的掌门师父给我的喽。这回我可以进去了吗，魏师姐？可以。走吧走吧。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。今天二师姐不在，我还想让她也看看我的令牌呢。阿尤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按二师姐向来严肃的性子，只会把你丢得更远吧。好像还真是这样。还好今天二师姐不在。
师父。你们平安便好，我一直卢龙府一役后，你们就不知所踪。消息一传至仙侠派，我便即刻速寻，让真人费心了。我观上神安然无恙，你们去过泉影村了？上神所中之毒，人界罕见。想来只有在泉影村，才能救治。啊，是我们村的事，神掌门也清楚。真人，小秋被掳后，天师门情形如何？此战虽大败天魔女，但天师门弟子也损伤大半，还未及好好休整，孟章掌门就派遣许多弟子下山。今后，他自己也行。孟章竟不在天师门。他此番举动，不仅将仙盟事务尽数荒废，就连门派内，也陷入群龙无首的。而三位长老始终言辞含糊，天师门怕是出了什么问题。承蒙同道举荐，眼下仙盟事务暂且……这么一想，天师门是有些不对劲。四年前我在向神掌门求助之前，曾去找过天师门，但当时他们的态度就很奇怪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没什么真本。求助？我四年前搬来峨眉山下，为的就是求助仙侠派，调查毒瘴动荡时出现的不明法阵。啊，可是……抱歉，毒瘴权事关重大，当年我不能告诉你。没关系的，你也有苦衷。九泉之事，自当慎重处理。而仙侠派愿……但你的性子跳脱不羁。不会不会，我和阿尤在……既然莫青如此说了，若是他受到任何委屈，我不饶你。师父，阿尤没欺负过我的。我们还是先说说更重要的事情吧。神掌门，我们打算去魔界找小秋，想求一个能抵御魔界煞气的护符。本派确有制符之法，不过此符并不常用，库房中还缺一样材料。是什么材料？青烟村废墟那带徘徊着一种背身鬼面的妖怪，他被击败后，鬼面会吐出名为降幽的香料，那便是制符所需之物。好，我们即刻前往。就是为了除强扶弱。哎，师姐，你们丢东西了吗？不是我们，是师父的鲤鱼玉佩不见了。玉佩很值钱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就当我不存在。啊，我见过，是很美的一块玉，师父十分重视，弄丢了他一定很心疼。这玉佩丢失有一阵子了，近日师父仙盟事务繁重，无暇分身顾及，却又不想让我们操心，我们也是无意间才知道此事的。师父本来就为门派殚精竭虑，还要为仙盟的事操心，
可是我都帮不上什么忙。要是能寻回玉佩，也算是为师父分忧吧。不错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连日来我们寻遍门派各角落，毫无所获。我想一会儿去后山祭坛找找看。莫非有贼？不可能，这里可是仙侠。对对，二师姐说的对。既然门派里找不到的话，也有可能遗落在山道上。晴妹，不如我们去山门外碰碰运气。月姐姐说的对，那二师姐，我们分头进行。也好，那便有劳你们了。无还好秦梅曾见过那块玉佩，就是、弱我们找起来不至于盲目。也是偶然了，我有几次找师父教功课忘了敲门，看见他在书房里写信，信时总是拿出那块玉佩，若有所思地看着。一个人好无聊。玉佩是鲤鱼形状，十分别致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嚯，这么宝贝，难道是什么仙家法宝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仙侠派内，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。我怎么在这儿感应到了符纸鹤的灵力？而且这灵力似乎……啊，在那儿！哎，那上面还有东西。等等，那是……是鲤鱼玉佩。这么简单就找到了？好了，这玉佩够了不起的啊，还能长翅膀飞。追。晴妹，我记得符纸鹤是你们仙侠派独门的传授之术吧？弟子若想传授他人，还需掌门首肯。除了我，你有教过其他人吗？当时我教月姐姐，是师父破例同意的，应该没有其他外人学过此术。除非是师父自己传授的。玉佩和纸鹤出现在一起，被妖怪吃了吧？哼，还不快奉上玉佩来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。这上面好像是下了禁制，用仙侠术法应该能解。啊，还好玉佩没有损伤。嗯，这符纸啊。晴妹，怎么了？纸上有字啊，快说说写了些什么。小晴，想必信与真人有关。阿尤，你莫偷看。好吧好吧，不看。嗯，我们还是快回去吧，把玉佩还给师父。糟糕，这符纸是师父专用的信件，自己很陌生，应该是谁写给师父的，竟然还看到了，希望师父不会责怪啊。小晴，
找回玉佩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我……哎呀，总之见到师父再说吧。小晴，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呀？阿尤，你别问了，我不会说的，也不会给你看的。好吧，那能瞧瞧玉佩吗？不行。两壶清茶，三斤牛肉。你们在玩什么？风卷残云。表现得如何？很厉害，挺不错。尚可，不及师姐白骨。上神，这么快便想奴家，不知那仙兽最近可曾再来这里？你们来的刚好，那小家伙此刻正在花。师姐，事不宜迟。我来看你们，我来看你们。先救下他。还有身上这些是明术门的法器，您就是古柏前辈。明术门的后人，你来这里是为了抓我回去吗？不是，前辈，之前明术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，我们万分抱歉。如今明术上下已醒悟，不会再作恶了。我受明术门几代压迫，你们早就是一群疯魔之人，岂能真心向善？古柏，结契之人身故，契约便应自动解除。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术门几代之久？哼，你也是玉灵？难道你不知明术门中有一法术，可将玉灵契约转移给指定的人？这便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无耻！我身上的这些法器也是做禁锢之用，重获自由后法器断裂剥落，但因年岁过久，有的便一直嵌在我身上，虽仍有刺痛，但与自由相比，这痛何其轻微。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，早日成仙。你们走吧。古柏前辈，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，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物所扰。哦，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可以弥补明术门的过错。古柏，我跟着这个小丫头就是为了观其言行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过自新。
他和以前那些明术贼子完全不一样，你大可安心。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他，让他学会真正与玉灵共享灵力。你若想成仙，也不妨和他定下契约，更利于修炼。我与其他玉灵皆获益良多。阿湛前辈，哼，本山神只是想帮帮古柏而已。你真心实意想赎罪？是。好，那便与我签订契约，帮助我继续修炼。多谢古。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，徘徊山林之间，虽能平静度日，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。你明术门既然愧对于我，那就助我完成心愿。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，重新解气。我并未原谅明术门，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。是，我明白。好，拿着酱油箱来，我去和病人报告。